对不起，让你们失望了，是我没能踏出最后一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的心情好像比揭发上欧更加觉得内心坦荡。我们确实不应该用那样的方式反击高木。我理解你的，你是对的。南安。嗯，谢谢。明晚八点，香飘飘奶茶，鳄鱼与牙签鸟。